杨乃武心可举人，又是宋师出身，大清的王法那是倒背如流啊。他要是招供了，承认了谋夫夺妻之罪，那就是个死啊。他也知道，在大唐城用刑，那就是个皮肉之苦。要是熬刑熬过来了，他不会没了性命。 他要是招了谋夫夺妻之功，必然一死。俗话说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这就是人的本性，不足为怪呀。老爷，这可是他不画押，这此案没办法了结呀。俗话说：“奸出妇人口。”只要有小白菜的供词。 他杨乃武画不画押，我照样申降上司定验结案。嗯，何人记过？本县一字不落的看了你们的禀诉，看了两遍。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来不得一点马虎。都说刘大人爱民如子，在刘大人手里边，不能有冤案。 那你们想证明什么呢？杨乃武10月初5的时候一直在我家为我外婆除灵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南乡啊。南乡距余杭几十里的路，这杨乃武怎么可能在同一天给小白菜送砒霜呢？他也没有这个分身术啊。是啊是啊，此事还望大人明鉴。别站着呀，请坐，坐下说话。来，坐。 本县想分两层意思说，这第一层意思，本县对你们表示敬佩。诸位到我这儿来，是想用自己的证言为自己的亲人摆脱官司，令人感动。多谢大人体谅小民，还望大人为我弟弟。打住，我还有第二层意思没说呢。 我这第二层意思就是啊，本县作为父母官，不得不明白的相告，你们作为亲人的证言，本县是一个字儿都不能采用。为什么？你们想救杨乃武，是人之常情，却未必公正。试问，作为妻舅。 还有亲姐姐，哪妻子就更不必说了。你们谁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蹲板房？你们谁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杀人偿命？本县敢说，别说你们没有亲眼看见自己家的亲人谋杀人命，就是你们看见了，你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。 为他开脱罪责，让他免遭惩罚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大人，本县还没把话说完，听我接着往下说。作为一县父母官的刘某人就不一样了，本县不但要体谅你们作为亲人的心情。 也要体谅死者及其家属的不幸啊！葛小达，一个老老实实的乡里好人被谋杀了，杀他的不是别人，是他的妻子和奸夫。除了他的老母亲，没谁为他喊冤。那本县能不为他主持公道吗？ 能不为他将罪犯绳之以法吗？能不让他九泉之下的阴魂得到安息吗？本县如果不这么做，那就对不起头上这个顶子，那我上对不起朝廷，下对不起余杭的父老乡亲呐。大人。 10月初5，杨乃武的确是人在南乡，他不可能坐下。没说完呢。
请坐。隔壁是小白菜已经招供，10月初5那天，杨乃武给他送去的砒霜，他就是用这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葛小大。如果你们和当事人没有血缘关系，那本县可以听听你们的陈述。既然你们和当事人是亲人，是自家人，那你们的证言证词本县是一概不能采信，否则那就是枉法，就是胡断，就是官优，就是草菅人命。老爷，小的真是太佩服您了。您刚才那一番话，既合乎法度，又不失人情啊！说的那个杨家人，个个是一愣一愣的，哑口无言呐。这么点子事情，要是摆不平，我刘希同那真不配做余杭这把交椅这么多年呐。那是那是。老爷，您刚才对付那几个刁民的玉阳仙驿玉清宫中的滔滔狂歌，简直让小的大开眼界啊！今儿是10月10几啊？10月17。师青是10月12报的案，今儿是10月17，也就是4-5天的时间呐。如此重大复杂的一件人命案，本县只用了4-5天的时间，就办得个1清2楚3利索4干脆5明白呀、啊。少有，天下少有。案经严审，犯妇供认不讳，案情已明，该是可以申降上司定验了。要不，我再回去一趟，找几个跟咱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作证，他们同样可以证明杨乃武10月初5的时候人在哪儿啊？现在，再找几个外乡人去作证，只怕刘希同照样不会采信呢。他可以说，这是我们杨家人花钱收买的证人呢。我知道该去找谁了。你们杨家人真是太祸害人了，我就是变成鬼也会找你们的晦气。平白无故的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那个不知廉耻的弟弟给我家秀姑送去砒霜，小大会死吗？秀姑能蹲班房吗？还说你们杨家出了举人，呸，出了恶鬼。玉王氏，你听着，我们杨家人是好是坏，自有余杭的百姓来评判，我没必要计较你怎么说。可你们家小白菜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做娘的了。我家小白菜怎么了？我们杨家人哪点对不起他了？凭什么他自己作孽害人害己，还要诬判我们杨家人？正是因为你们家小白菜才害得我弟弟蒙受不白之冤，你还来摘我们杨家的道理？这笔账先记着，早晚有一天我杨继尊要和你算清楚，你等着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大婶，我能进去说吗？路上小心了，立即送往杭州府台衙门。是。哎呦，终于结案了。拿走，有什么话快说吧。大婶，求你救救我弟弟。你家杨乃武和那贱人合谋杀害了我的儿子，你倒想让我替凶手说话？你不是乃武杀的，那是小白菜误判他，乃武他是被冤枉的。既然觉着杨乃武是被冤的，那应该找县官澄清啊，为什么来找我？我们去找了，可是县官说我们是当事人的亲属，当事人亲属的证词不予理睬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才来找您老。
您是被害人的母亲，只要您老能出面澄清这件事情，那县官一定会听您的。可我做不到。大婶，我弟弟他真的不是凶手。是不是凶手你我说了都不算，官府说了才算。听说余杭县已经结案，就要呈报杭州知府了。如果你弟弟的确是被冤的，余杭县没谁亲，那也逃不过杭州知府的名断呀。我是害怕唐大姐，对不住了，这事儿我真帮不上。小刀就只能指望杭州知府大人明察秋毫了。如果杭州知府真的是一个清官的话，他一定会看出这个案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漏洞。只要提出复审，我相信十月初五这一天乃武有没有去过葛家就一定会查清楚。可是这万一杭州知府跟县令是一样的糊涂，让我弟弟蒙受不白之冤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拼了命也要为我弟弟讨回一个公道。否则的话，要是重返战场，冲锋陷阵，绝对是所向披靡呀！可是仗没打够啊，朝廷竟让老子弃武从文，当上这杭州知府来了。大人知道杭州的百姓把您比作谁吗？啊，比作苏东坡呀！哎，骂人啊？这怎么会是骂人呢？想着杭州有这美西湖，那是谁的功劳？苏东坡呀。可是那姓苏的是文人，奶奶的，老子行伍出身，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。哼，谁把老子比成苏东坡，谁就是骂人。大人，余杭县有公文来到。什么公文啊？人命大案。哎呦，人命关天，马虎不得，走。哎，张志呀，嗯，这字儿念什么？啊，宴，定宴的宴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余杭县已经把案子审实了，上呈到知府衙门，请知府大人拍板定夺。哦，哎呀，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非弄出这么个文绉绉的文字儿。哦，张志呀。这个城关你都看了吗？看了，看了。看出什么破绽了没有？大人，咱先不说破绽，得先把这事儿办了啊。什么事儿？
前日余杭县送来呈文，因新科举人杨乃武身涉命案，为了便于传讯，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。可咱们知府衙门的批文还没来得及下，余杭县的结案呈文他就上来了。咱得赶紧给余杭县补办这个批文呐。不就是革去一个读书人的举人身份吗？这王子犯法，与众民同罪。拿来，我批。大人，文书我已写好啊，大人现在盖章就可以递送了。好，我得给他签字。哎呀，这个拿笔呀，也不如拿枪来的顺手。大人，要说这余杭县办案还真不含糊，三天就破了一桩人命大案，值得嘉奖啊。我刚才仔细看看余杭县的呈文，却发现一个大大的漏洞。什么漏洞啊？别以为老臣只会冲锋打仗，我也会坐堂理案，我也会那个叫明那条话怎么说，明察秋毫。对，我也能那个明察秋毫。你仔细瞧瞧啊，这个呈案上写着说杨乃武还没有招供画押呢，这嫌犯没招供画押就让本府来那个什么定验啊，就让本府定验判决，这不太草菅人命了吧？哎，听大人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有这个瑕疵。这是人命大，人命大于天，可马虎不得。大人，那就发回去，让余杭县重审。奶奶的，老臣自从坐上这把交椅，还没碰上过人命大案，不用发回去重审了。让刘希同把本案的案卷人犯全都给我押到杭州来，本府要亲自审理。将杨乃武与小白菜谋夫夺妇一案一应人犯证人及案卷押送府衙复审。一应人犯证人及案卷押送府衙复审。陈鲁陈大人什么意思呀？地轮香望兄能明察秋毫，细细审阅案宗，据呈文所言，杨乃武未曾招供画押。有疑点，望兄细查。果然是有几处破绽呐，也不是瑕疵，不是破绽，绝不是破绽，是瑕疵而已啊。葛小大的尸体是口鼻流血，而县衙仵作沈祥的验尸单上填写的是死者七孔流血。既然是中毒身亡，当然是七孔流血了。此处不妨做些稍稍的改动啊。大
死的小仵作，为什么没写呢？按照规定，这银针呢，是要用皂角水擦洗。不妨做些稍稍的改动吧。小白菜供送说，杨乃武是十月初五给他送去的毒药。十月初五，杨乃武的确是人在南乡当兵的。对，就这么改，改成十月初六，料也无妨啊。此处不妨做些稍稍的改动啊。我到县衙打听过了，听说知府大人已看出此案有破绽，下命将一犯人证人都押到杭州去复审。我说过了，只要知府大人重审此案，那咱们就有希望了。我还以为你听到不好的消息了呢。真是老天有眼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姐，那我们快去看看乃武，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彩凤，现在案子还没有最后定局，衙门不许亲友探监，再忍一忍，等案子到了杭州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乃武就会回家的。杨举人，二位就是杨举人和詹彩凤吧？正是。好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们知道吗？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要移送到杭州知府复审了。凡是在案卷上的当事人的名字和佐证旁人以及失亲眷属，都得到杭州府听讯。有件事情，我得向你再核实一下。有一个日子你记错了吧？啊？你招供说杨乃武是十月初五去的你家，对吧？可本县经过调查，事实是杨乃武十月初五人在外地，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。大人明鉴，事实上十月初五杨先生的确没有来找过我。我会这么说，完全是因为。因为你记错了日子，对吧？杨乃武是十月初六去找的你，他听说你和丈夫葛小大十月初四大吵了一架，以为有机可乘才去找你。杨乃武给你带去了一包说是治流火的药，你就给你丈夫葛小大吃了下去，结果导致葛小大的死亡，对吧？到了杭州知府，你只要这么说，就不会再受刑，还可能免于一死。十月初五这个日子，对本案而言是无足轻重，它改变不了本案的性质。可是杭州知府要是审出来，十月初五那天杨乃武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，那他就摆脱嫌疑了。那谋杀亲夫的罪名就得葛碧氏你一个人扛了。那等待你的那只有三十六刀与林寡了。不是十月初五，十月初三，十月初六，十月初六。那你先前为何要说是十月初五呢？我记错日子了。好好好，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。
就是把冤字写的天大，也休想翻案呐！来，长官。张兄来函提醒，刘某人还真是有几处让陈鲁陈大人可以挑出毛病的瑕疵啊。都做修改了吧？做了。其实啊，哪个案子没点瑕疵啊，做不做修改也无关紧要。可咱们这位陈鲁陈大人，是个喜欢瞎咋呼的人。要是让他看出几处小瑕疵来，不定怎么到处乱喊呢。所以在下才给刘大人写那封信，提醒刘大人把案卷做得尽可能漂亮些。多谢张兄提醒，本案是有一处不够完备，就是杨乃武没有招供画押，我刘某也是心急了点儿。我要是晚上城十天半个月的，就可以没有这个缺陷了。让陈鲁陈大人提出复审的，也正是这一点呐。不过，成都呈上了，后悔的话咱不必说。我想问的是，刘大人，你对我说句实话，这个案子的事实不会不扎实吧？其实吧，这个案件它已经十分明了，丝毫没有问题。只是杨乃武熟知王法，他知道只要一招供，那就是个死，他就是不肯招供。我想啊，反正是小白菜已经有供在案，他杨乃武招不招供都不重要了，我想要。
那就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，那我有什么事情还敢向张兄张口吗？收下吧。行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刘大人，嗯，陈鲁臣大人有个致命的穴位，刘大人只要点中了，可大大的有利啊。这么一个案子，这么一大摞的案卷，看得我是老眼红花呀。不是你都看过了吗？不如讲给老臣听听啊，我也好记得更清楚。大人要想听啊，请另一个人来讲，比在下讲更合适。嗯，谁呀？他在外边等着呢。哦，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刘大人，请吧。下官拜见知府大人。哎呦，是刘大人呐！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谢坐。上茶。哎，知府大人啊，你我当年跟着杨昌俊杨大人一起征战，出生入死，这一晃可就是十几年了。这些年可是我刘希同天天能想起当年那些个峥嵘岁月，那是每思每心犹如昨日之事啊。你看你看，哎，要不说，哎，老臣都给忘了这事儿。哎呀，刘大人还是我两湖派的元老呢。说句高攀的话，我和知府大人那都是湖南人呐。你看看你看，既是同乡，又同在巡抚大人手底下打过仗，以后见了老臣呐，就别下官的了。老臣呐，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文官们才擅长的繁文缛节了。这么些年过去了，大人依然是那样的爽快啊，都改不了吃屎，这辈子就这德行了。那么刘大人，您就给大人说说如何？那好，我就从头说给知府大人听听。想我杨乃武刚刚乡试中举，转眼却成了阶下之囚，这人生真是莫测呀。小白菜，我杨乃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都是因为你的误判，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呐。我无负于你，你何故害我呀？当初租住在杨家的时候，杨先生、杨家大姐和太太都把我当自己的晚辈一样，他们是何等的善良可亲啊！可如今，杨先生却因为我而锒铛入狱，还被革掉了举人，我这么做还算人吗？我不能这样害他。知府衙门重审此案是个机会，我一定要从实供证，还杨先生一个清白。这案子听上去还算明了。就是就是，在下看过许多案例，可有如刘大人做得这么滴水不漏的，还真是不多见呐。既然如此，这案卷上为何不见杨乃武的招供和画押呢？说起这个杨乃武，那下官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。好，师爷，快给刘大人续续水。是是是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有件事情，不知大人您还能记得不记得？什么事儿？同治八年，本县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。可是他们抗粮不交，还聚众闹事儿，
闹得我知府衙门差点下不了台的那件事儿。没错，就是这件事。哎，为了那事儿啊，巡捕杨大人还埋怨过我几句，我能不记得吗？大人，您知道那带头闹事儿的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杨乃武啊。哎，是他。这个杨乃武，他就仗着他粗通文墨，就是喜欢抛头露面，教唆乡人闹事。在我们余杭县，他就是个不务正业的刁民宋时。你说他有什么好依仗的？他不就仗着他是个举人，是个文人吗？文人？奶奶的，老子就是瞧不上文人。文人怎么了？举人又如何？文人就可以无法无天？举人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啊？就是啊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比杨乃武更可恶的了。这杨乃武啊，他还有个小本事，他能把咱们大清的王法熟读的那是倒背如流啊。有如本案，他知道他要是承认了，要是签字画押了，那是必死无疑呀。可他要是抵死不招，你这个案子还就只能拖下去。所以他就来个缄口不松，抵死不承认。十月初六那天，他见过小白菜，他给小白菜送去过一包砒霜的犯罪事实啊。奶奶的，这肚子都咕咕叫了，吃饭。怎么了，刘大人？啊，大人要是留您吃饭，就算点中穴位了吗？真的啊！刘大人啊，来一块儿吃个便饭。哎，谢大人。嗯，吃吃。嗯，奶奶的，我就不信审不明白这个案子。刘大人，明天开庭呢，你去旁听，啊，听听老陈我怎么审案的。不过呢，这得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杨乃武真的犯了王法，他要是真的做了那事儿，他不招都不行啊。但是呢，人家如果真的没干那事儿，咱也不能冤枉人家。是，一句话，这办案子就要办的让人家口服心服，无话可说。大人明镜高悬，一定会把此案断成铁案，断成铁案。奶奶的，吃，明天开审。大人有令，先审左镇旁人。沈御史已到。豫王氏已到。王行培已到。山善镇已到。左镇旁人均已到齐，都传上堂来。左镇旁人上堂。都站起来说话吧。洋人，小民在。你当初见到葛小大的尸体时有何异样啊？当时小民正在家里做活，葛小大的干妈冯许氏来找我，说是不用说的那么琐碎，本府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本府只是问你当初见到葛小大的尸体有何异样。哦，我当时看到的尸体是口鼻流血。口鼻流血？可是你的报告状上写的可是七孔流血啊。嗯，我写的是七孔流血吧。看来你的记性不好啊。啊，写七孔流血是对的，因为县衙仵作的报尸单上写的也是七孔流血，这样就一致了。大人，小民记得清清楚楚是口鼻流血。大堂之上，本官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没问你的
别胡乱插话，要不然这堂堂的公堂岂不成了酒馆茶肆了？沈御史，民夫在。十月初四，葛小大跟葛碧氏吵架时，葛碧氏说葛小大不死他就出家当尼姑的话说过吗？说过，当时他还剪下一缕头发呢。义王氏，民夫大人，民夫还有下情禀告。你说。当时民夫看见儿子凄苦流血，就盘问过毕秀姑，问他是不是给小大吃过什么要他命的东西。毕秀姑见无可抵赖，就承认是杨乃武叫他下的毒。哎，老姐姐，没有这事儿，千万不能乱说呀。大婶儿，如果是真的，现告的时候你怎么会不说？这是在知府大堂上，你可千万不能信口开河，那是要害死人的。放肆！本府不是说过吗？大堂之上不要乱插嘴。云开日出，我还能不能看见？茅草高高，大树矮，矮就是高，高就是矮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，山高路远，我还能不能走完？流水湍急，行船慢，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，我的今天是哪一天？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，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，你却非要跟命运交个伴。一条条路，一座座山，